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样下载跟安装我们捷达所提供的白板教学软体 Teaching Infinity。那首先呢，帮我开启浏览器，那来到我们捷达的首页，那上方会有一个下载专区，帮我点选进来，然后往下拉呢，会看到一个触控互动显示器，点进来后呢，往下拉会找到这个应用软体。点击呢就可以帮我下载到桌面。好，那下载完成后呢，会看到一个这个压缩档，那我们对着这个压缩档呢按右键解压缩至此，就可以得到一个安装的执行档，那点击就可以帮我进行安装。好，我们这边下载好了，安装好了，打开之后呢，会看到这个预设画面。那我们先去把它的语言调成我们所熟悉的中文，那这边可以按设定，设定之后语言这边就可以选中文，那你也可以选择你的比例配置，然后跟你预设的文本你要什么样的字型等等的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去预设你的背景要什么颜色，那我这边呢把它选择绿色。好，那你看我新增的页面就是绿色的底。好，那其实这一套软体呢，老师可以把它想象成，它如果连接上触控萤幕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大块的可以书写的黑板。对，那它这边备课的方式呢，其实它非常类似简报的概念去做备课。对，所以老师呢可以把它就是当做制作 PPT 的概念去这样子设计教材。那另外呢，就是用这套软体上课之后呢，这些笔记的黑板的页面呢，我们都可以去把它就是转存成，比如说 PDF 啊，PDF、PowerPoint、Excel、Word 或是图片都可以。以上呢就是教大家怎么样下载跟安装这套软体，以及去做一些基本配置的改变。